2012年游戏展上嫩模歪歪，因露底裤而被驱逐出场，此事件也让他一炮走红，人气和身价暴涨，俨然成为最火的游戏嫩模之一。近日，嫩模歪歪出席某活动时，在台上与男舞伴大跳拉丁舞，不仅露背装清凉上阵，坐胸还不慎露点，引起网友大面积吐槽。不过小编觉得大家大可不必惊慌失措，人家只是老本行又耍出了新把戏。